这是我爸，平时严肃，话很少，做事非常细心。而我妈，忙碌地飞行世界各地，这些明信片就是她的杰作。而我好久没有看到她了。有时候我不懂，为什么爸爸都不会想妈妈呢？而妈妈是否真的那么忙碌？下课回家。哎，你今天怎么那么晚啊？我好饿哦。哦，刚刚去拿了妈妈给你的东西。哇，好多东西哦，还有一封信哎。亲爱的梦玲，妈妈想你也差不多要结婚了。爸爸，你要帮我清理桌布吗？那你就帮我房间就好了啊。那我放你房间里哦。原来妈妈和你已经分开，那这些来自未来的信件都是安慰我的。我懂了。世界有许多的逼不得已，即使缺一角，爸爸仍然努力地完整这个家，不想让我受伤。